昨天呢，很开心能够拿下胜利。昨天是多回来桃园应援的第一场胜利，超开心的。因为他上次来就已经很想让他看到胜利烟火，但是很可惜之前都没有。但昨天终于拿下胜利，可以一起颁发 MVP， 超开心。阿富真的太猛了，就最后那一轰出去，直接拿下胜利，就在最后这一局，非常非常嗨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也希望可以拿下胜利。学会了多会式的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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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自己了。祝哥掌声鼓励。影片见。